煞雷暴新闻连续剧 AKMC 俊，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开头已经没梗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知道做什么。好，那不重要。好，我们就要来做一个蛮有趣的议题。这个议题叫做酒类文化的道听途说，是我在跟各酒商遇到或者聊天的时候得知的，因为很多也不是我这个年份的事情。就是再更久远一点点，就是有关各个酒种的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事情。好，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第一个算是现代普遍人有可能知道，叫做啤酒用吸管喝比较好喝。我没听过哎、欸，我身边有些人会这么做，但不是多数。正常喝，好喝，有点刺激感，用吸管喝还是有刺激感啊？有什么差？有什么差？你跟我说有什么差？好，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个有骗到自己的地方是，你整个气泡跟啤酒的刺激感不用经过你的舌头以及你的多部分的口腔，所以变成你喝下去的时候是直接要往你喉咙冲的时候，你好像觉得喝起来比较顺比较快，可能吧，这就是第一个道听途说，我本人没有感受。好，下一个。在野格刚出来的时候，因为野格版就是德国药酒，只是因为在台湾觉得哦，来自德国的东西比较酷，所以药酒就不药酒。台湾有药酒，为什么都不喝？喝德国药酒？啊，不是，德国药酒也是我的爱啊。就基本上我两个特别爱喝的酒种就是高粱跟德国药酒。野格他说可以壮阳，我看他怎么试。香的，没有没有不不没有，这我没办法吃，不然我怎样？我现在在你面前干嘛？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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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野格壮阳无从查证，欢迎下面观众留言，请问喝了一整晚上野格以后，当晚的表现有没有比较勇猛？下面留言好不好？下面留言啊，野格就这样，我没办法证明，不然我怎么办？看一下一些色情网站吗？这种网站我是不是很熟啦，像是有一些啊 ，YouJizz、YouPorn、PornHub。啊 ，Red Tube， 啊 ，Tube A， 啊 ，DCAV， 啊 ，Triple X Video， 好、哦、像这些网站我是不是很熟了？这些东西我都很少看的。好、哦，再来下一个，琴酒，他们说加葡萄汁固骨头，哦，好喝，固骨头。来，把你去拿个木棍过来。耶、yeah, ，我敢讲，有没有砖块啊？这我要怎么试啊？但我怎么想都想不透，琴酒加葡萄跟他妈的固骨头有什么关系？欢迎观众下面留言，在十年后跟我讲说你每天这样喝，十年后骨头会比较硬，好不好？如果你真的十年后留言啊，我送你一箱琴酒加一箱葡萄汁，好不好？一箱没有问题。2029年吗？2029年，只要我的频道还在运行的话，欢迎试。这真的是道听途说，真的是胡说八道啊！胡说八道啊！我刚漏了一个，他们说啊，琴酒有固胃的效果。我他妈每次喝完酒，胃都在烧，到底什么东西会固胃啦？怎么样也不会固胃啊？怎么样都不会固胃啊？酒精是刺激性的东西，怎么样会？为什么会有琴酒固胃这件事情出现？我不理解，我不理解，我不理解。我很喜欢琴酒，但我不理解。好，再来，海尼根也有他们的事情哦。海尼根有他们的事情。正常海尼根都是玻璃瓶嘛，他们说玻璃瓶后面有什么人头？因为我很久没有买海尼根，然后我们最近买的都是铁铝罐，所以我很久没有看玻璃瓶。他们说玻璃瓶的后面有一个人头跟三个人头，如果是三个人头的话比较好喝。那这个大家麻烦有看到的再帮我试试看，但是原厂说的是道听途说了，原厂直接证明是不是？原厂说这是道听途说。哇，谁撞的？那个我就先不管，因为原厂已经证明道听途说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他们在说痛风的人喝海尼根不会痛风，好好喝。我本来就不会痛风，所以麻烦有痛风的朋友下面留言，因为我这些东西啊是跟好几个酒商们，就是因为那本来就是我的朋友们。可能他们各个工作啊转职过去，我的朋友们然后工作转职去酒商啊，或者什么酒商转职出来的，然后我刚刚出去喝酒的时候遇到他们，就是开始陆续有接收到这些资讯。我每一次听完我都直接写笔记下，我说这东西太荒谬了吧，这也太荒谬了吧，喝啤酒不痛风啊，这东西就是啤酒花啊，也是卖啊，啊为什么不痛风呢？为什么说一遍这样子？没有，我忽然想到强强的影片，他里面非常的富有娱乐性，我很喜欢，我很喜欢。
对啊，好，算了，这不是重点。这一集基本上没有什么重点、啊、这一集基本上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些东西啊，是真的有人在流传，不是我一个人在那边卡胡乱。是以前你甚至问一些老一辈啊，或者是酒商啊，他们说这东西是真的存在的传说，只是没有人证实这些东西的真假。那我很希望大家有没有试过的人，麻烦下面留言跟我讲说，这东西这到底是他妈的怎么一回事啊？这酒类的都市传说、欸，酒类的都市传说，还有一个，他们说下塔 q 拉会减肥跟降血压，这个长狐狸我的阿尼亚好好喝到血压都升高了啦，降血压嘞，我真的不理解到底什么酒可以喝完以后减重跟降血压。麻烦下面留言，麻烦下面留言。如果你喝了塔 q 拉不限品牌，喝了半年以上还变瘦了，不要跟我说你有糖尿病或肝问题哦。身体正常状况下来减肥，麻烦来信跟我说，好不好？我个人，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有可能会发生，先不给奖励，先给留言就好，好不好？先给留言。这到底是这到底谁发明？还是小时候或者古时候的那种酒商文案都在骗人？喝塔 q 拉会减体重、降血压，我现在血压很明显升高了，很明显，非常明显。你这几年喝下来，体重有升高蛮多的。体重升高很多、啊，非常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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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不离不弃了，真爱。好，还有最后一个酒类道听途说第一集的最后一个试验，来自我的好朋友、好酒友 DJ Ray Ray， 人称赵新磊，不是人称，他本名赵新磊啊。他跟我说，艾必斯用鼻子拉比较嗨，基于友情，我要信他。嗨你妈！干鼻腔超痛，鼻涕还喷到我的衣服上，千万不要试，千万不要试！我现在右边鼻子都是八角味，这鼻子超红的，嗨是很嗨啦，很嗨啦。很痛啊！我跟你讲，其实这个东西我试过一次，我有一次跟赵先生出去喝酒的时候，我有试过，但是没有那么多的量，以及我那时候喝醉，所以我没有觉得那么痛。所以我今天想说，在没喝酒的状况下试一次，是不是真的会嗨？真的很嗨啊！但鼻腔很痛，还是告诉各位，千万不要试。最后一个，这东西不是正常可以试的，好不好？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不要忘记分享、按赞，去我们的 Facebook 追踪，去我们的 YouTube 订阅、开小铃铛。如果你有任何有关这种喝酒的道听途说，你觉得很荒谬、很有趣的，欢迎来信跟我说。下期见。